康斗，然后他现在还是在住康斗，就是一直都是租房子，所以我是非常知道租房子其实尤其是住康斗，就是在给这个房东在交房费，没错，帮他来供房啊。其实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变迁呢、啊、好多现在留学生除了现在来加拿大之后租房子以外、甚至有的都开始投资这个房产了、对，很多人都这样，真的是这样啊。所以今天、留学生很有头脑，对啊，跟我们嘉宾一起来聊这个话题，是我们老朋友来自于这个捷达地产的 Sam 刘先生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那刘先生其实自己在这个日常当中接触到好多这个留学生的客户，有没有？非常的多，最近在我们主要做这个 Yonge Street 的这个 condo， 然后呢 downtown 跟那个 North Shore 为中心，所以呢那个交通地段非常好，所以多伦多的大学York， 然后在 Finch 那边 Subway 转，然后 UT Ryerson Seneca College 基本上就在 Yonge 街上边 Finch 那个位置 Yonge Finch Yonge Shepherd 那个地方上去就是一条线就走了，所以非常多留学生在那个地方。但我首先想问您，这很多这个留学生来了之后租房子肯定是没有问题了，但很多人比如说有个误区啊，在加拿大这边买房子是不是必须要有加拿大的这个身份啊，比如说 PR 才可以 那么留学生拿一个护照，拿一个这个学签，拿一个 study permit， 真的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来买房子呢？加拿大的这个制度是非常好、非常健全，就是说任何人只要你有基本的首付，银行只要准许你贷款，给你一个 qualification， 然后你就可以，只要是在加拿大旅游类居住类都可以买房产，但它这个 deposit 这个部分，就是银行有一个 qualification， 就是说35% 到50% 是你的定金，剩下这65%-50% 是可以银行贷款，所以留学生完全可以买这个房产。所以说就是首付比较高，是不是？对，高过。因为我们知道买房子通常这个 mortgage 相对会比较多一点，大部分人都会选择。那么留学生刚来的时候，可能在信用方面啊等等这方面肯定要差一点，但是银行只要把这个 down payment 可能多付一点的话，应该也都没有问题，是吧？没错，对于银行来讲，只要它有足够的保障，房子你不要了，你走了没关系，因为在加拿大的房产的上浮跟下跌不会超过25%内，在短线内，所以银行基本上赔钱的机会不多，所以它可以给你作为是银行是一个大的物业主，然后你只是使用者，你有使用权，有买卖权，你可以租出去，可以自住，但是你要缴付它这个利息就对了，所以银行是很安全的。那您就是说，我想问您一下，比如说，一般哈，就是我当然是知道了，但是有很多朋友也不太知道，就是说这个留学生他这么多年大概下来的这个开支，是大概是会是多少钱？好，那就租房子，那就简单的计算一下。通常留学生进到加拿大，最基本的有的是从那个语言先进来，那就要攻托福2年。对吧？是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不等。然后呢，这个托福过了之后，语言过了之后，然后就要进入大学。大学最基本是4年。四年完了之后，还有一个2年的这个master。对。一部分留学生会读完他的 master， 然后呢，这一加在一起，至少在4年到7年之间，任何一个标准的留学生毕业回去之后，他需要在加拿大停留4到7年或者到9年时间。那这样算一下，一年最基本，以前我来的早，那住在就是几个人 share 一个房间，一房的 share 3个人，可能300块钱，200多块一个人。对，我们那个时候是吃面包来过生活读书。那后期像你讲说你还可好一些，你可以住趴门，一个人住一间趴门。那现在的留学生下地，那就是父母就是把钱打过来，10万、5万、20万就这样打过来，所以他们一下地就直接租一个1000多块的一房的 condo 登陆之后。所以您建议就是说，像他们这样就是手上有资金在手上的，就不如先去投资一个房产。对，如果说你要是这学业在你下地到你毕业之后至少7年左右，平均的租金就是住校也好，也要600-700块一个月。对，这是住在 campus。对，然后如果你租在外边，让你1000块一个月，康斗差不多1300-1350左右，那算下来一年也要1500，那7年下来也大概有10万块钱了。对，而且这个叫，就我们中国人讲话，这叫拿钱打水漂，漂给业主了，物业帮他供房，没错，就是帮了。下一个投资客的话题时候，就是帮到了投资客，对，增
增值了自己的那个房产的价值。嗯，那么据您这个有这么多留学生的客户啊，一直在这个操作当中，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成功，比如说留学生来了投资这方面的这个案例啊，或者说有什么失败的反面教材跟我们先讲讲啊？好，那这次先讲一个失败的案例，下次我们再给你讲一个成功的案例，是一个留学生。这是一个留学生，这个是小留学生，一个男孩子，长得非常帅，上几年前来到我公司的时候就说，哎，我要租房子，从downtown住。后来他转到 York 读书，说太不方便了，每天要一个小时、一个半小时到学校。所以我要在 Young Finch、Young North Shore Center 租个 condo，全新的，一定全新，没人住过嘞。钱不是问题，那很容易了，钱不是问题，什么都很简单，就帮他租到一个1300的 condo 住下来，非常好。然后下来的时候，当时来的时候开了一个 Lexus 跑车，非常漂亮，红色的。然后下地之后呢，隔年来交房租换了一个宝马跑车，非常好。然后呢，再隔年呢就换了一个另外一个 Benz， 车一直在换。后来呢，到了去年才见到他的时候说，哎，学校毕业了吗？他说没有，我因为一直在玩，没有怎么读书，所以呢，家里的金融风暴也受到冲击，没钱给他了，所以他就停止了这个玩车的这个过程，然后就是把这个学业要继续完成，今年应该完成他的学业了，来了7年了还没完成大学。所以这种案例呢，在这几年之中，他自己说他就花掉几十万加币。所以您觉得他其实最开始的话应该把这个钱投资到房产上，可能现在就完全不一样，因为车是在慢慢贬值的，是吧？没错，这是通常在这个消费品里边呢，汽车买下来就贬值，但是在房产方面呢也很难讲，有时候买了刚好大势所趋，房价下跌那叫贬值，但是呢通常都是 inflation 每一年有3%，基本上你买下来保证增加你的房子的价值3%是一定的。对，所以有很多人在考虑，比如说就像留学生这样，并不见得会长期在加拿大这个居住啊，或者是待在加拿大，那么就会考虑说，万一我买房子之后，这个房市这个趋势如果走势不好的话，我3-4年或者4-5年之后，万一这个房子有下跌啊，房市有一个走落的一个趋势，那是不是比如说将来我脱手啊或怎么样，都会造成一定的困难？这其实是不是留学生不买房来租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？这是一个，也是一个主要因素，因为他考虑到他的这个学校。不一定在一个学校读完他的学业，对，有可能会他会转来转去，在不同的区别，对，这样就会阻止一些这个买房的这个念头。但是通常来讲，一个留学生在这边读书，通常都是要在一个大学毕业，除非这个人的学业不好，被踢出去学校要转来转去，或者是更好的学校去转到更好的学校，这两种可能。但大部分留学生呢，基本上带了很充足的这个资金，特别是近5年之内的这个留学生下来，基本上都是书包里边都是 cash。而且有一些地区哈，比如我了解像 Young Finch、Young Shepherd 这边的 condo， 如果去投资的话，好像说跌幅并不是特别大，因为好像尤其租的这个房价都一直在涨呢。对，这个 Young Finch 我已经做了大概有15年了。从他刚开始建立房子，当时的房价是13万一方，在15年前，那现在呢就变到了26万一个房间，就是等于是翻了一倍。对啊，那如果说按照这个 inflation 的走势，基本上是高过 inflation 了，它也有高一点低一点，但是长线来讲，学费或者是租金来讲，房子的增值有 inflation 的帮你增值担保，然后呢，租金是你固定要开支的，而且租金是每一年可以增加的，拜政府这个法律规定是可以加到1.9%啊，2.1%呢，啊，那1.4%呢，拜 rules 就是拜 law landlord and tenants act 里边。所以如果一年你要是租 condo， 读个7年算下来也10几万不见了。对，那倒不如一落地，把这个钱先压在上边，一路读书一路租自己的房子，然后聪明的留学生会通常几个人 share 还可以收房租。没错，对，下一次我们再请刘先生来给我们介绍刚刚他说的这个成功的案例。成功案例包括看看他们是怎么来，对啊，如果留学生真的落地之后来买房的话应该怎么操作啊，能够更好一些了。好了，非常谢谢刘先生，谢谢。好，接下去时间了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了，广告回来再见。秦始皇不仅要在生前建立统一的秦帝国，而且要为自己死后营造庞大的地下王国。鼎的大小与多寡标志着主人社会地位的高下。历史上少林功夫被认为是武林第一大流派，
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很高兴和您相聚在南粤大地节目当中。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，其中包括大三巴牌坊以及这一带的传统街区。